美味的背后需要精心挑选每一份食材，只为坚持让客户享受天然原味。快来让我们看看第一种食材吧。为了寻找到最好的食材，我们开启了伟大的冒险旅程，终于来到世界上最危险的岛屿，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。小芳，你在干嘛？人家在补妆啦。大厨，我们找到了下一个食材选择地，我们即将起航。在大西洋炎热的夏季，只为了捕获深海中最健康强壮的雄性鲑鱼。第一份菜单来咯。这是我们店的招牌菜，请尝尝看。请问这是什么肉？这是龙肉。无论你是谁，只要你拥有猎魂，就能与伙伴一同并肩前行，以手中利剑守护人类自由。愿游击兵们猎运常在。杀！It's always a big deal. 即刻下载，猎魂觉醒。